老婆说等过了第二关就天天奖励我。硬木头呗，这还不简单。轻轻松松赚了一大笔，升级一下传送带，还剩点钱，咱们买个帮手。看到我的号段了没有？这，钱花花入账啊！买买买，把这些机器都买上。这个咋运不动了？咋回事啊？